邂逅的事情是谁也说不定，你捕捉我有意的眼神，想挑动我的心。我还年轻，陌生的感情还最好不要太接近。从你心中我才明白这些字以来，我是不是太离开你，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，是不是该离开你，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。谢谢。